各位好，我是达勤，医疗解决方案的 PM Jason。为了满足放射科对于影像的要求，达勤开发医疗拧针影像解决方案。21.3寸的 ART 诊断显示器，搭配先进的抗反光技术，使医护人员在不同环境下皆能够判断精准的医疗影像。那以其高对比，让所有的细节可以呈现在医师的面前，帮助医师做最好的判断。在救护车以及 ICU 等医疗场域，需要快速且及时的记录医疗的资讯。达勤推出护理系统解决方案，以灵活的工位铁记搭配语音辨识系统，能够记录中英文夹杂的语音资讯以及专业的医疗用语，让医护人员能够及时的完成医疗的记录。针对内视镜手术的影像拧针解决方案，达勤推出Mini LED Deep Ray手术影像解决方案系统，那搭配全新开发的全球最高分区以及最佳化演算法调校的处理技术，那提供给手术指导人员最好的细节以及最广的一个色域，那帮助手术过程中做各种病灶以及组织之间的一个细微的判断。手术室中充斥了各种仪器及设备的资讯，那为了让手术团队能够及时且一致的得到正确的影像资讯，达勤推出大尺寸高解析度的显示系统，以及搭配伙伴西博科技的多画面串流以及录制的系统，将手术室的环境、内视镜影像、生理资讯及术前诊断资讯做一个及时的整合，并且做各种形式的串流及播放，并搭配一些云端的快速传输系统，可以将及时的手术影像传递至远方，为未来的远距医疗手术做准备。在内视镜手术中 ，3D 手术方式已经是一个明确的趋势，提供给医师深度及具体的资讯，提升效率以及降低出错率。过往的 3D 显示系统在视角上面有其限制，达勤所推出最新的全球最宽视角的 3D 显示技术，让手术室里面的不同团队的成员都能够在不同的高度看到相同的 3D 影像。那搭配伙伴成员生医的 2D 转 3D 的系统，让目前所有 2D 的内视镜的影像呢，皆能转成 3D 影像，搭配达勤的显示系统呈现最好的一个 3D 效果。达勤协同伙伴开发 3D 数位病理解决方案，以友达独家的眼追踪技术，开发出不需佩戴眼镜也能有宽广 3D 视角的显示系统，以及伙伴灵活的高效率运算的平台，还有杰洛在 3D 数位分析的 AI， 提供给病理医师一个完整的 3D 数位病理资讯。数位病理重视病理色彩的呈现及特征的正确性，达勤开发27寸 ART 病理专用显示器，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皆忠实呈现病理的色彩。伙伴云象在人工智慧数位病理管理系统上面的技术，能够自动标注病灶所在，帮助医师能够快速的判读及做出决策。针对医院的营运单位，达勤推出医院战前系统解决方案，以55寸的大尺寸拼接显示器，搭配友达怡康医院战前系统仪表板，提供给运营单位一个视觉化且好分析的一个营运资讯，以提升决策以及营运的效率。以上是达勤在医疗科技展与生态圈伙伴共同展出的医疗解决方案，谢谢。